下面一个问题呢，现今的社会已不是男人一定会当家，而是女人必须自强，一柱擎天。回首身边的姐妹们都是相同的际遇，而且遭遇坎坷，难道现在世道走的是这个趋势吗？哎，昨天才有一个人问我，他说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个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对象，对象是他已经这个对象就叫又一村的对象，好，我说啊，你什么都好，就是太像这个心态啊，太像男人想要什么都抓。你跟你的这个丈夫也好，这个男朋友也好，你什么都是要别人听你的，你所有东西都要抓在你的手上，然后别人你讲左边往左边走，人家不敢往右。我说这样子的男人呢，他真的这样子这个屈服在你的这个世界里呢，然后你又觉得他很窝囊。我说那你到底要什么？哎，他一讲，咦，好像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所以这有时候很现实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你要想一想，当下的你的情况是什么，对吧？女人太强，我们讲阴阳平衡啊，你女人这个阳刚气太重，或者是这种这个等于说什么都要听你的，这个属于就说属于当头啊，在这个易经里面属于乾卦了，对不对？所以女人是这样的个性，她也是属于乾卦了。本来男人是属于乾卦，是不是？所以你女人一把乾卦给占了，要么你这个男人呢就是个小男人，要么他如果也是一个男人，两个天天打架，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就不平衡，以后什么事情都谈不下去，对不对？那他像个太小男人呢，你又不喜欢，但是你给他的局呢，他就必须要像个小男人，那他怎么办？对不对？那就是因为现在太多女人觉得男人会，我怎么不，有什么不会，对不对？毕竟有时候不适合，你看有些女人她不认命的，她说你男人会，我怎么不会，而且机油自己下去钻了下去换，样子难看嘛，那样子换，对不对？那换是换好了，你看，哎呦，刚刚什么样子，对不对？女人就像女人嘛，你女人像个男人就会出问题。好，你看社会上的这个社会各个这个组合，或你身边的朋友，只要是一个家庭里面女人太强势的，往往这个家庭幸福的可能比较不完整，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几乎是问题多一点，是不是？那如果这个是我们用统计是吧下去做评比的时候，那你要告诉自己了，如果我们是女人，我们就不能那么刚哦，对不对？你不能像个那个金属棒一样那么硬，是吧？这个乾卦嘛，乾卦就是金属，是不是？那么硬的时候，那别人如果要跟你共处在一个屋檐下，要么他就得软。男人一软，就像土一样，就是这个坤卦。那坤卦呢，它就代表着女人的气息多一点，对不对？所以太太在那边猛吼猛叫猛踹的时候，先生就像个小女人在那边切菜，别叫了别叫了，会改的，是不是？那这局是谁造的？那有时候是女人自己造的，那你怎么可以回来怪男人呢？是不是？他说他姐妹都是相同的际遇，物以类聚啊，对不对？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子啊，但是你女人是这个调调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所交的姐妹都这个德行，
是不是？多少？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看懂了，要调整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创业生命密码一再的强调，所有的东西是你自己要先赚，所以你赚了，局赚了，旁边的事情都赚了，那就阴阳平衡了，对不对？你阴阳不平衡，然后你猛喊着说要 一切都要很不错的景象出来，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是不是？所以老祖宗的智慧阴阳，阴阳是不是？阴阳的这个概念呢、啊，它不是虚幻的，它是事实。你像你经常去看那公共场所，这个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那个女的讲一句话，那男的不敢讲话的。那个他们那个组合里面，你只要在他们旁边待久一点，你会发现他们不是那个真正的幸福的那种群组，对不对？然后他其实真的也很体贴，也是他也讲一他不敢二的，但是总括来看，就好像位置到了，是不是？他不是这个像这个大道间，好、哦，这个女性好。哦这个属阴属柔，对吧？阳性男性属刚，好、哦。那如果女人生男人的样子行为，那你所吸引来的，那可能就是他自愿做小男人，对不对？那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所以你抉择的人是谁，也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是不是？所以这一讲就很清楚了，要什么样的？所以这也不用 complain 说现在世道就是走这个趋势嘛，不见得，是不是？只是现在女人抬头了，对不对？大家都觉得是要女男平等，女男平等，所以讲很多东西都是这方面多一点，你就会觉得这好像是趋势。但这样的趋势下去，对于男女之间都不是件好事。